知道你是阿慧姐吗？我害怕。不哭，不哭，这哪像凤小小啊？那凤小小多坚强啊，这点折磨你就受不了了？不哭。就是害怕，害怕，石头，你想回去吗？俺不想再跟着你们了，石头。不想再跟你们在一块，还想回去，回去给照顾三娘，回去给她送，俺一直都照顾她一辈子。石头，俺不想再跟着你们。石头，你别担心啊，俺没事，好好的。你赶紧去打鬼子，打死这帮小日本，这帮畜生，丧尽天良的畜生！不让我回去，都是俺不好，要怪啊，这都怪俺，都是俺让你遭这么大罪，啊！俺答应你，让你回去，行吗？回家。让俺回去，回去，对，回去，回去，回去。